我们今天要来拍 MV 是吗？拍 MV 就简单了，因为录那个唱歌比较难。唱歌比较难。录音室比较压力比较大。你看他在玩什么？在玩什么？讨论游戏。你在玩什么？给他看。你被宝哥同化，我看一下，你在抓宝吗？我在抓宝，你在抓宝，我在玩传说对决。你玩直的，手机拿直的。不是，我早就在玩这个游戏了。你会去打道馆吗？我会啊。那你会去那个什么资源站吗？我都会玩啊。那还会出门玩社群那什么的，我什么都会去。那你有挑战道馆成功过吗？一定有啊，那是最基本。不是要占领那个道馆？现在那个已经很少人在站了，真假的？就只是为了拿金币而已。但我现在都是打等比战，那阿宝打的时候还没等比战，他玩到那个上古时代，就最早的时代就没有玩。我看他停留在哪个宝可梦，大概就知道了。我已经登记了。嗯？你去登记了？早就。是哦。对啊，三月的时候啊。其实我不知道。我真的不知道你去登记。好啊，没关系啊。没有，我以为你是要办婚礼那个东西登记哦。哦，你是说婚礼还没，婚礼还没办啊？对啊，对啊。我以为就差不多在那个附近。没有啦，没有。我没想到你这么早就登记了。因为那时候我也不知道会有这种那个，就是潜规则的概念。就是对，因为他们都是会说，就是啊，男生就娘会就干净就好了，会附男生的那个妆法这样。比如男生大概只有十分钟。对，没错。可是对于你没有妆法过的，就是没有经验的人来讲，他们会觉得哦，这样就已经很好了。对，你懂意思吗？是啊。他们不会要求这么多，对不 对？那他帮忙遮痘疤啊，或者是泛红的，就是最基本的、啊。他们就会稍微化个底妆，然后帮你头发抓一个型这样子，然后就觉得这样就很。因为我是新娘秘书。没有新郎秘书，新郎秘那我要去当新郎秘书。新郎秘书，我会弹这个。为什么那时候真好听？我想这个鼓哎。啊，不是，这是梦中的婚礼。这我知道了。欸、我姐会弹这个，是我妈，她不用看她就会弹，我妈弹这也超屌的，她每天都弹，我弟超是小，就是那个噔噔噔噔噔噔，这姜惠，不然就听张亚文。张亚文是谁？你不知道是谁？我不知道是谁，抱歉。我知道应该是张亚文吧。那他的歌你会唱吗？谁？张亚文的歌。我倒是忘记要唱哪首了。搞不好我们知道歌，只是不知道唱。对对对，不知道怎么唱。哦，就是一个短头发的，然后很常出现在抽那个红人榜，你知道吗？等一下。阿布维丘。厉害，我都没听过哎、欸！我就跟你说，我很常听啊。我们这边播台语歌抽。阿咪 B 不是也站着，可是他就很深情。是我要这样吗？所以我怕我整场都会这样。没关系，我们到时候看感觉再调整。还是你有没有？
你看一下你喜欢的歌手，表现形式。我不知道，我感觉那个不一样的歌不太一样。那你就抓一点你觉得相近的感觉。好。你要从境外走进，然后要瞧一下，然后看一下他，然后再开唱。好。应该是到那边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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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那你知道我在说什么？哪边？就是第二段啊，就是第二段。他就要从境外走进。哦。他自己要停那时间，按你这边的。哦。噔噔噔噔噔。我知道。然后噔噔。对，这个这一段。这第二段啊。对啊对啊，他就叫我这段进来而已。哦。我知道他在说什么。哦。你是歌手，有没有现在 Google 一下，看大家怎么拿麦克风的？哇、哦，这很耐用哎，我可以直接这样拿下来啊。难怪我他们都看到一直摸这个，不知道在摸什么。哦，有那种利落，一拿就走。你是不要拿下来了。你要怎么样？睁开眼看。姑姑，阿娘姑姑。姑姑。今天穿了一套比较就是休闲带一点正式的服装，这家是青蛙来一点。想要我身上这套服装的话，可以到台中 Camp CNN 选购、哦。你们就表演到完，一首结束哦。对，一首就结束。我们先录一个比较安全的。汗喽！哎呦，没办法、啊，我不知道动哪只啊。不过这样、啊，我也不想要把它唱得太，因为我怕我这样下去，然后会变成老舍。要啊，也可以啊，后段可以啊，前段不要，后段可以。你前段没有？我知道、啊，这段下去就可以了。的金香顿，后来你就可以嗨一点。看起来是蛮自然的。酷哎！还有这一个，哇！我要拍照。你在开演唱会啊？在开演唱会。你要讲后面的手举起来。不准乱说。睁开眼看，沦陷你的光。睁开眼看，沦陷你的光。咖啡离开了杯面，是吗？嗯，对呀、啊，是这样。对啊，可是最好是再加这个，这样会更有感觉。对，嗯，好难哦，不弹了。开头这次的歌曲练多久？一个礼拜。那你觉得难易度呢？现在80%。对，节拍上还是有点稍微没有对得很完美，对，还有点误差，还要再练一下。我乱弹钢琴的猴子。玉璇其实蛮有天分的哎。啊，有没有天分啊？那看你弹一两下就可以把那个对啊弹出来，蛮厉害。这叫记忆力，不是会弹。这个到时候拍特写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再大一点。但这首歌不是本来就平平的吗？对啊，这首歌真的平平，因为这首歌很低。我觉得魏小老师唱的副歌第二段是挺激昂的，不知道是因为他声音怎样，应该是他声音比较阿板，就唱那种风格。对啊，我们只是，我们打职业的，我们不是靠这吃饭的。你们已经很棒了。我只是一群菜鸡。这样。然后菜鸡，你都出歌了。真的，单曲。我只是一群菜鸡。电竞选手兼歌手，天哪，爱人。电竞歌神，不是我很难有那很大的晃动，你知道吗？我觉得很难、啊。我刚刚已经很尽力了，真的。我刚只有拍完广的，接下来要拍特写。
对啊，我说特写拍完还有什么？没有，就你的特写很多很多很多，他的特写也很多，这样都就位了哈。OK， 好，来准备哦。睁开眼看，人生一个梦。我们要唱到那边嘛？怎么突然唱到那边？导演没有说卡、啊。害我想说啊。现在杨叔可以翻。他头为什么翻？收获在肩上。找不到吗？叫暗黑暴龙兽。不是，是暗黑战斗暴龙兽。暴龙兽是很低，是它一开始的进化。暴龙兽，我在。机械暴龙兽。哦。再来是暗黑战斗暴龙兽。还要战斗。对。没有战斗就落掉了。知道吗？好技能。战斗暴龙兽。钢铁加龙兽。只是战斗暴龙兽。钢铁加龙兽。那是另外一只。我知道啊。帅，有啊！好像有一只亚古兽，玉祥兽，玉祥。他我今天是练习钢琴最多次的一天。没有没有没有，在家练习最更多次。那你觉得跟现场弹有什么不一样？现场？对啊。现场其实比较好抓、欸，真的，因为人声比较大声。嗯。啊，我自己播手机听的话，会有点被钢琴声盖过。所以我要按那个钢琴键，这个中间的键有没有故意让那个钢琴那个声音变小声？它中间那一个按那个踏板是让声音变小声的。嗯。有粉丝问说你的钢琴是几级？我没有考检定，我都是弹那种自己爽的。啊、开心型的。对对对对对。那玉祥呢？今天唱觉得怎么样？是你要改弹钢琴？他怎么不说话？要是能重来，不要学吉他。你要是重新学吉他，我就叫你抱着吉他。对对对，我就帮他伴奏吉他，轻松多了，怎么样？真的，吉他伴奏真的比较轻松。如果你说那种电吉他，就另当别论。吉他很简单的，很简单，对吧？是你想要吉他色的。吉他只要四个和弦就可以伴奏一首歌了，很简单。那卡普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今天穿衣服的风格是什么？其实我也不知道哎，这是店长亲自帮我挑的，说蛮适合我的。对，啊，我自己穿起来是觉得蛮舒服的。原本想说这种宽松的衣服应该穿起来会不好穿，但其实蛮好穿的。对，这间店叫 Ken， 然后店长啊，还有他们的人员都非常好，而且会。挑你的风格去搭配你的穿着，对，蛮 nice 的，赞。